本节目不对不特定人推介任何股票，我所论述的股票是我会员手中的股票，各位观众、各位不特定人不要去买卖我会员的股票，我不推荐。好，今天台股非常的弱势，那我们看最低跌185点，收盘跌129点，收盘跌了129点，那反弹结束了没有？台股反弹结束了没有？好。这是今年的 K 线图，从大盘18619跌到13928，这看到哦，好，18619跌到13928，跌了4700点哦，对不对？跌了4700点。好，那它反弹一段一段嘛，好，这里反弹失败下来，重新再反弹失败，再下来重新再反弹，再下来。到目前为止，你看到这个，你会觉得这里的反弹站在线上哦，多空线上站住，下来反弹也站住，再下来反弹也站住。现在的下来，它这越跌越快哦。然后呢，你认为反弹结束了没有？还是它根本就连，应该讲说连翻多的机会都没有？他已经连续来这里5天，有个小头了，连过线、多空线都没有。好，我们来看哦，跟国际盘来讲哦，来，这叫道琼，道琼，道琼比台股强很多，是不是？哎，道琼已经站上线上，已经站上了5天，一样反弹失败下来，反弹失败下来，反弹失败下来，再下来反弹，目前还在持续当中。这道琼好。跟台湾最有关系的纳斯达也是连续5天站在线上。好，这是汇成半导体，汇成半导体又更强一点，也是站在线上。好 ，S&P 500也是站在线上，纳斯达小型电子也是站在线上 ，NVI 生技指数算是更强的，因为它已经在线上很久了，打出一个大的 W 底。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其他的国家哈，来，我们来看南韩，各位。南韩有没有比台湾强？强啊！日本呢？日本更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，台湾为什么这么弱？来，我们看一个来，这叫台币。台币今天仍然持续贬值，当然还没有过前高啦。今天的收盘是创下了今年以来的第三高的收盘价，2991。我一直认为说，30块是个门槛呐，30块，如果贬破30块哦，我真的奉劝各位不要玩，真的不要玩股票，不要玩的。但是我认为应该不会，因为包括台湾的一些金融机构，他们估的大概都在29.5到29.7之间呢。啊，现在是有一点点超贬，可是形势比人强。今天收盘了，它多少钱？就像股票一样，今天收盘了，它多少钱，它就是对，懂我意思吗？今天的收盘价就代表价值嘛，就价格啊，收盘价价格就价值啊，它就是对。任何我说任何的理论啊，任何的吹嘘都没有用，收盘的价钱最准，没错吧？所以我说这段时间来。这是19大类股啦，今天跌，大盘跌0.86，当然是电子股跌最多嘛。电子股是把大盘拉下来的，生技股也不过才跌一点点，象征性跌一点点。重点这个礼拜28号，7月28号生技展，我只跟各位讲，以大盘来讲，7月快够了嘛，这个礼拜7月就够了。好，我们再重复一次哈。来，我请问你，七月在这里，你认为七月翻多了没？没嘛。8月份、9月、10月、11、12嘞，很难嘛。有时候我们会认为它是台币是在打一个 W 底嘛，打一个 V 型底嘛，对不对？打底，如果让它突破颈线的话，往上冲，就一直贬值的话，台股会非常的忧虑。那台股呢？你最少你没有过，你还下来，有可能再下来再打一次底，
在这里 W 嘛，这标准的，你要 W 还是你要扣底，不管，但是最少是今年没行情，这确定的嘛。现在七月底反弹呢、啊，都比其他国家还要弱势。我说，除非台币升值，现在台币还在贬值嘛。那你一定认为说，老师，那你卖走啊？对，不要做。其实我一直在讲，不要做。你要做，应该你要做，你要克服你的，我们叫克服你的人性啊。什么叫克服你的人性？我从去年七月讲到现在，我讲的叫生意股嘛。我七月开始讲哦，大盘七月是多少？今年大盘最高点在这里，今年吧，对不对？如果 以大盘的七月来讲，大盘的七月在哪里？好，大盘的七月在这里啊，17000点啊，我一万七千点，我开始讲生技。大盘涨到18600，涨了快1000点，所以你们认为我跟你逃的嘛？这些老师没要用功的，17700点就要讲生技股，大盘涨了900点，涨到18600，谢老师没要走、啊。那我问你，今天收盘就好了嘛？今天收盘呢，14800嘛，17700下来到14800，将近3000点呢。上面那1000点我不理他，可是下来就是3000点呢。那生技股呢？生技股才正式启动啊！所以，我昨天为什么特别说来？我希望各位去了，慢慢去了解台湾的生技股是一个转折点。什么叫转折点？未来会有很多故事啊！最近我比较注意的一件故事哦，就跟我昨天讲的。等一下，我先那个故事先等一下再讲，因为它有连结。好，我就说。这个礼拜28号就开始升一展嘛，那只要有升一展，政委一定会丢利多嘛，这毋庸置疑啊。那还没丢利多以前，你开始去想，为什么钻石生技要这个礼拜一昨天挂牌？他也可以等下个月挂牌啊，他也可以等三，他也可以在前一个月就挂牌，为什么？你告诉我好了。你要开始想说这些有钱人在想什么？你要知道有钱人控盘的人在想什么，这一定是顺势而为，顺势嘛。所以我不断的提醒各位，从年初讲到现在，我说当电子股，当其他的产业，应该讲说吼，都涨过了啊，有涨10倍、涨20倍都有啊，像阳明涨20倍啊，你管它 EPS 是什么，我们先不要讲 EPS 好了。我说，假设你是阳明啊，好，我们来看阳明好了，看长荣好了，看长荣，好长荣，好了，就这里就10块钱了，用这里了，这10块钱嘛，啊，这里233嘛，我问你一个逻辑好了，长荣，你不要以为长荣海运一定每年都赚钱，以前都赔钱的，阳明也是赔钱的呢。假设你是10块钱的那种老股东哦，老股东你是10块钱的。涨到233，你不用涨到200就好，你是赚20倍哦，20倍是什么概念？我常常用房子的套厅厝的那种逻辑来比嘛。这条街啊，20栋套厅厝，你其中住一栋，那就10块嘛。长荣涨到233，那20间你拢甲买起来就是你的嘛，你就200块甲卖掉。长荣换这一排的房子，几排拢你的嘛。所以以前有人常常在讲。有参加啊，脚踏车、昆明车徛咧咧收房租，那了参加啊，买股票买掉了有啊嘛，不是吗？那我问你好了，这些人10块钱成本的，他不要卖233了，我说他卖200，你认为他多少钱要接回来？我问你啊，你管他什么基本面，你赚100块嘛不爱接，啊我们等几十年，10块的股票会当卖200块，我管他你个。赚100块，我也不会去买的，我已经落袋了，我管你，你们拉去你给拉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所以有很多产业，它涨10倍、20倍，你说卖的人会再买回来吗？那成本都很低的人啊，而且尤其是传统产业、传统电子股，所以我为什么说我做生意股？因为生意股没有人有啊。那钻石生技为什么要这个时间去挂牌？我刚才讲嘛，当资金板块在移动的时候，它飙上来。我说我这辈子看到涨最多的啊，就昨天啊，从开盘啊，我不用最高价啊，
从42块开盘哦，不是用35块哦，不是成交价啊，不是排价啊，42块涨到300，是涨7.1倍。我这辈子哦，我做了20几年的分析师了，我从当营业员到现在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一档股票，台湾的哦，国外有了，台湾的一档股票一天可以涨7倍，就是很神奇。那我应该讲说，钻石生技这些大股东一定比我搞嘛，他们一定比我厉害。其实哦，有时候我告诉你呐，我们人要认混呐。什么叫认混？有些人哦，假不杀变硬产，什么九些天？你的财务如果比我多，我你就比我搞。你要记得这句话，谁的财务比你多，谁就比你厉害。你不要说哦，我你多搞啊，你多搞，你的财务怎么比他少？就这么简单的而已啊！你多好，你财务会比他多吗？会不会？不会啊！所以钻石生技这些大股东拢比我搞啊，因贵啊，十个贵啊，八个拢比我多啊！所以他们绝对是我的笑话的对象，他是我的前辈，是我的老师嘛。所以我说，反过来讲，我叫谦虚好不好？可以吧？所以为什么你说这些有钱人他为什么有钱？他为什么选择在昨天挂牌？他为什么会上个月挂牌？我看上个月挂牌就不会300了，我认为啦，搞不好只有200啊。可是他可以等10年呢，这写得很清楚嘛。10年呢，钻石生技10年呢，300呢。我昨天特别讲，我说他的股本是50亿，50亿的意思是每股是10块钱嘛，都每个股东嘛都10块钱，50亿。50亿变1500亿，30倍，10年给你30倍，你敢买？1500亿对啊，30倍啊，10年啊，有些人做股票做10年啊，不要说30倍啊，对对，赚的拢个料，赚的个料，他们子女给你的钱的料，在上嘛，给他卖嘛料，人家30倍啊，这只是你做空诶，他不会去做电子股，对对，他不会做传产股，他不会买土地。他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基金来买生技股？因为这叫处女地没有人套在上面嘛。当然今天啊，我们来看今天，昨天我有讲过嘛，钻石生技他已经反映本利比了嘛，所以今天，今天看起来涨53%，其实今天最高点也不过290，因为昨天的均价是150，啊，涨53%，我再教各位一下啊，因为他在新贵5天就没有算没有涨跌无限制嘛，可是如果第六天，如果你看到这里涨53%，不要53%，你看到我涨50%的时候，他就停止交易了。涨50%金价哦，你要看金价哦，金价了，金价了，他现在金价了哈，他金价还没跑出来了哦，金价哦，对，也是一样啊，金价涨幅超过50%，他就停止交易。停止交易是什么概念？假设12点就50%了，就停止交易了，后面到3点没有交易哦，明天再来。所以我常常在讲说，我们的股票有机会就1.5、1.5、1.5涨58就停止交易，隔天再来，那当然要利多来加持啊。好，那各位，那钻石生技凭什么涨？这昨天的嘛，啊，今天呢？我看今天啊，我昨天特别看嘛，他说本次登陆新贵仅释放出1600张，因为少嘛，股票少嘛。好，我们再重复一次。你现在才发现我为什么基本面不是我最主要的，股票要去基本面足重要，但是不是全部啦。有很多人头脑好像坏掉，每天在讲基本面。哦，譬如去年赚10块，啊，前半年已经赚9块了，啊，你认为它很好吗？哦，去年才赚10块呢，前半年赚9块，基本面很好，下半年搞不好赚9块就18块啊。现在股价跌很深啊，真的吗？啊，股票都绑出来啊。啊，你认为一定涨九，下半年一定会赚9块吗？啊，下半年如果跟你赔5块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没有赚，为什么大股东都丢出来，股票全部都丢出，不要全部市场那么多，它为什么不涨？所以我说，股票不是在讲基本面啊，基本面是基本呢，基本面就好像，基本面跟讲内衣裤好了，你穿内衣裤就基本面了，你穿内衣裤有什么作用？你要穿得很瞎里瞎里，那才有身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基本面就是内衣裤而已啊。啊，你穿什么内衣裤，人家管你，反正你就有内衣裤穿啊，那基本面啊。
啊，筹码就是你外表啊，那叫筹码、啊，看到没有？1600张，所以它当然涨啊。然后最重要的这里面哦，它最主要反应是什么？未涨的原因是因为主要的标的合一，跟这档股票外界看好要进入爆发期，哦是昨天了、啊，啊是今天了、啊、哈。好，25是昨天，以35块挂牌，涨 7.5 倍。好，加上市场最主要的投资标的合一跟这档股票看好将进入收成期啊，昨天的叫做将进入爆发期啊啊，我常常在讲，我在告诉你答案呐、啊。我就告诉你答案啊，所以我昨天为什么说这档股票300不要去追了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已经合理环境本利比了。这五天你都不能去买了，去买这种股票风险很大了、啊。因为风险很大的是股价，不是公司有风险，是股价有风险。昨天300块，我说昨天你买300了，你今天一定被修理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这五天日本没有涨，对不对？它震荡会很大。那300可能，我认为300可能是短线的高点的。这五天可能不300不会够，那未来会整理很久的时间。这种股票，我说它最精彩的累积的10年的能量，砰一天就出来了，然后再来就开始整理了，就开始整理了。所以为什么说不要随便乱买股票啊？今天看起来好像涨53%啊，可是它才232啊。你如果昨天买600买300了，今天现赔68块了，现赔20%的啦。所以我一直想，这些钱应该讲没有买到赚钱生机的人，大家在看这五天在看他，搞不好明天，搞不好后天，这些钱会转到哪里？我认为就会转到这两档股票的身上来了。那会不会转？我们再拭目以待啊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再看哦。好了，我看这里了哈。我说它涨了7.1倍，第一个。以钻石生技来讲啊，他一直很讲说，做生技不是稳定获利，而是求爆发性。他在7月21号就告诉你，他的股票会有爆发性、爆发性、爆发性、爆发性，所以跟你涨7倍，然后又在跟你讲，他最主要对市场最主要的投会涨的原因就在这里，是因为这两档股票进入爆发期，因为这两档股票法人看好进入收成期。啊，你不要跟我讲老师啊，今天没去，啊，没去应该吗？应该啊，因为我们叫比价效应嘛，什么叫比价效应？我常讲那个逻辑的哈，如果你要买1000张啊，你今天1000张把它卖完吗？你不能讲哥对不对？我刚刚讲1张是少的啦，像要人家要买这种股票，要买生技股，就好像我再讲一遍。我说，假设你有钻石生技啦，你假设是35块的300块，啊，你几倍？你会只买100张吗？你只买1000张吗？有钱人会买那么少吗？所以有钱人要买股票，他不会马上把你拉上去，为什么？哎，一没啊，他一定压着买呀、啊，他一定压着买嘛，股票，我说。那你要去了解控盘者那些大咖他在想什么？一边杀掉，一给他如果说要买1000张，他今天会跟他买1000张吗？他不会，我他就压着买。什么叫压着买？他今天先买一点，譬如他买个100张好了，然后明天就100张把你压着，又在下面收个200张，100张卖给你没有钱，我在下面收200张啊，我后天再200张压着，我在下面收300张啊，我就在一直压，一直在下面收，一直收。收到有一天他没办法收了，因为股票不多啊，这市场没有多少股票嘛。来，这市场没有多少股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今天讲才483张啊，看到没？这档糖抗体才483张啊，糖抗体哦，我不讲合约，讲糖抗体哦，它才483张，所以他假设要收1000张，假设有3个人都要收1000张，你告诉我怎么收？而且他还压着嘞。那压着买的时候，如果不小心有被扣了钱啊涨，上面的钱啊涨，假设有人哦，没动的啊，收一礼拜收无啊，我管你，我全部收了，上面你压我收你的，哇，结果你压的人被收走了，他怎样？他只有在往上收，所以我说这种股票哦，来可以压在这条线这里压这么久，从5月27号压到现在了，什么叫5月27号压了2个月？我等一下讲那个逻辑。
好，休息一下再回来。本节目不推荐任何股票。我为什么一直强调筹码？筹码？我说昨天的钻石生技为什么可以一天呢涨七倍？筹码嘛，因为他没有释放多少张出来嘛，这才是重点。我说股票要涨，筹码在谁手上嘛？他只释放了1600张，所以他可以涨了七倍啊！从42块、35块挂牌，42块涨到300，所以那个筹码有的时候。就是控盘者比你还厉害啦，对不对？英雄比气长，这些有钱人他为什么那么有钱？他比各位还沉得住气嘛？所以我们看这里，你看，所以为什么在5月27号钻石生技要申报转让1473张？结果呢？结果公告的时候，对不起，他没有转让啊，他只转让了204张啊，有1269张没有卖。他把它转让的目的在哪里？他在这里收申报转让194块，这里那三天卖三天以后就不卖了，然后就一直等等等等，好，等到现在，然后5月27号在这里哦，191194到今天7月27号已经2个月了哦，都还在这里，从194最高点曾经最低157.5，包括今天都168.5，也就是都在这里。我说这个位置哦，尤其这里连他的振幅哦高低点连10% 都没有，相对你看这档金融一样升级股。人家已经整理很久，压不住了，从46.15就给你涨到122。你当然要买股，要买在这个位置，买在这个位置，这都是你的。所以你看它是不是很类似压在这里？那我说为什么很类似？来，它只不过卖204张啊，结果它造就什么？造就了它的内部人去买了3110张，在这里说要卖1473张，结果我只卖204张。这段时间尤其6月份。他的内部人增加3110张，他卖204张，就像我刚刚所讲的，我卖啊，我压着卖啊，结果阿呆啊，念头的啊，伊就开始卖啊，菜市啊遐，敢不敢介搞要升卖，伊就是卖，看到有人压在那边就卖卖卖，结果他只卖204张啊，他收了3110张啊，内部人哦，但是如果以其中的股东又更多哦，来，我们再看，这是6月23号。股东会这增加了4个人，总共收了7845张。我只很怕说这7845张有的会员哦，那个好呆外环，好呆没赢呢。不过也不会啦，你们买100块以下，你们都是去年就买的，所以你卖给他也是100。来，他卖多少钱？这些总共是179啊。你们都买，你们赚100块卖给他也合理的，因为你的福报都加100块呢啊，也合理吧，对不对？啊，未来要涨多少？我为什么一直拿这个给各位看？我说、哦、他既然这样讲、哦、他讲说他钻石生技是因为这两档，所以钻石生技才这样涨的。那合一曾经涨到多少？476。合一的股本是唐抗体的2倍，最听话，他的股本是他的2倍，他也不过拿了5.6亿美金的授权金、里程金。那唐抗体只要拿2.8亿美金就好了。他就是可以到476了，可是他133个专利，到目前为止好像鸭子划水。突然哪一天跟你讲啊，我贴6亿个8亿个潜力金美金哦，啊，你告诉他股价多少？他不是在上市上柜啊，上市上柜我一天涨停板，两天涨停板，第三天涨停板，搞不好你去排还有 K 的规定啊。这种股票不是啊，这种股票如果真的潜力金出来，就3天3只，50%，50%，50%会算哦。200就变300了，再来300变450了，啊，450再加25多少？等于675了。三天200变了875了，会不会算会哦？我说，假设你有这种股票，一定要来参加我的会员，不要被洗掉，要沉得住气。打电话，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。